你一直在试图揣度我的心思，明白吗？以后给我安分点，惹出什么祸来，我也保不住你。多谢二少。 二少奶奶，您要的账本我拿过来了。各房的珠宝首饰多久盘算一次？回二少奶奶，每个月都要盘算。那这个月可清点过了？因为筹备婚礼，这个月大太太还未查看。那我正好来学习一下。 师兄脖子上的印痕和上的首饰都在这儿了。回二少奶奶，都在这儿了。要说遗漏的，也只有……是什么？是禁地那边的东西，都是封存的，从不会盘点。为什么？因为除了二少，任何人都不能随意进出，所以。 什么事儿啊？值得生这么大气？那个不要脸的小贱人，居然在查各房的金银首饰，呸！那也是他配看的吗？想想就生气。依我看呀，您正好得个清闲，好好养伤要紧。照这样下去，这小贱人早晚有一天要越过我头上去，不如一不做二不休。那小贱人呢？ 小川，方才马副司令把巡阅使需要的文件资料都带了过来，巡阅使暂时没时间回阁。小川，我们在外面等着。久等了，巡阅使今晚约了马副司令吃饭，改日再来吧。这明明在电话里已经说好了。
我们这次去的地方，又被马福斯里给搅黄了。由他折腾去，这件事我势在必得。 给你们的胆子，敢惹司令府的人，拿下！大哥，刚才多谢大哥救我。应该的，刚刚出去买书，正好碰见了，可惜没抓住他们。大哥买的什么书啊？ 牡丹亭，我自幼喜欢戏曲，可惜现在不便出入戏院，没能捧弟妹的场。大哥若是喜欢，以后我在府里唱给你听。好啊，那我可有耳福了。弟妹的声音别具一格，可惜有一点点瑕疵。是吗？大哥可以详细跟我说说吗？你的中气浑厚，就是不能持久，唱久了会伤到嗓子。确实如此。 不必担心，我有一个法子。来，你试试，这样行不行？大哥，这法子果真不错。大哥，我们改日再聊啊。 行舟，我受伤了，你看。 今天晚上遇到了两个匪徒，多亏大哥救了我。我倒是不知道，你们什么时候这么熟了？怎么，吃醋了？ 我跟他不熟，只不过在路上遇见，就聊了几句。行舟，你教我用枪好不好？怎么不去找大哥教你？你教不教嘛？ 为什么？你这双手是为舞台而生的，不是用来拿枪的。今天是我疏忽，以后我会多派些人手保护你。嗯。
究竟是什么人想对付梁如芬？不管怎么样，我必须要先想办法自保。站住！什么人？我是二少的夫人，她让我来练枪。拿来。什么？通行证。通行证？你们不认识我吗？我可是二少奶奶。哎，之前就有人说是二少的姨太太，想混进来，结果是个戏从。你说你是二少奶奶，怎么证明？我。拿不出通行证，又不能证明你的身份，说你到底是谁？你们两个，大哥，大少爷，越来越没规矩了，敢这么对二少奶奶？若是让二少知道了，脑袋还要不要了？小的远远不识泰山，还请二少奶奶勿怪。还不开门？是。大哥，我们走。多谢大哥。不必客气，都是一家人。你来这里是想学枪，是因为昨天的事吗？啊，戏园子里鱼龙混杂，我也不想总麻烦行舟。来，试试。这把。你这个腿要分开一点。哦，那个手上来，来，对，托住这个手，稍微抬高一点。来，把背提。戏子果然天生下贱，见个男人就想投怀送抱，你根本不配合行舟在一起。枪给我。瞄准目标的时候，眼睛、准星，还有目标，三点一线。说。少帅，送给巡阅使的东西都被退回来了，肯定是马副司令在背后捣鬼，要不要警告他一下？用什么理由？到时候闹到老爷子那边去，反而显得我无能。再想想别的办法吧。可过两天巡阅使就要走了，我们连人都没见到。行舟哥哥，先这样。行舟哥哥，你在忙吗？大嫂，你怎么来了？事关小海棠，我不知道要不要告诉你。那就别说了。可我觉得你应该知道。行舟哥哥，等等我。大哥，你这样不行，遇到敌人的时候不能后退，更不能胆怯，要像我这样稳稳地拿着枪，然后大哥你好厉害，学会了吗？你试试。我的人就不劳烦大哥来教了，大哥若是清闲，去教教自己的女人。永熙，想不想学枪啊？我教你啊。既然你没兴趣，我也累了，我们先回吧。走了，弟妹。你还愣着干什么？
看来你真的很喜欢挑战我。我只是在学枪，谁让你不肯教我？真想让我教？嗯。手稳住。看我干什么？看前面。以后再敢背着我赵大哥，就给我滚出和府。二少今日好大的火气啊，莫不是遇到了什么不顺心的事儿？我最近倒是遇到了点麻烦，听说从京城来了个姓赵的大官，点名要听小海棠的戏，正好我这段时间告假，听说李老板都快被逼疯了。哎，行州，你要带我去哪儿？见赵正，给他唱戏。原来是拿我当敲门砖啊。帮你倒也可以，那我有什么好处啊？你又想耍什么花样？不敢不敢，不过我还没有化妆，要是就这么蓬头垢面去的话，不但事办不成，说不定还会被怪罪。掉头，送二少奶奶回去化妆。好了吗？去见巡月时，自然要展现出最完美的样子。你也不希望我给你丢脸吧？嗯，我那对珍珠耳环去哪儿了？你干嘛？哎，你干什么？哎，你放我下来！有什么条件，车上谈。贺行舟。巡阅使今天不在，少帅请回吧。我有急事，告诉我巡阅使人在哪里。马副司令得知我们巡阅使最爱听小海棠的戏，请他去凌云酒楼听戏去了，闲杂人等就别去打扰了。是辛苦啊，这一杯我先干了。可是这酒楼的酒不合您的口味，我马上给您换。来，换酒。酒是好酒，就是这下酒菜配不上这美酒。哎呀，您瞧瞧我这记性，今儿的重头戏啊，可是小海棠啊。小海棠向来在云城大戏院登台，我来这几日听闻他身体不适告了假，你能把他请来实在是费心了。嗯，这小海棠啊，病体未愈，怕惯了病气给您，我们去巡阅使吧。我若是这么唱，这戏台早就被我唱垮了。停！
小海棠。可能是生病影响了他的嗓子，徐院士，您别生气。马副司令，我来云城这几日，对你一直是礼遇有加，没想到你是这样欺上的人。哎。小海棠，学院时想听戏，知会一声便是。小海棠随叫随到。嗯。这位是贺司令的二公子，云城少帅。今儿这出是我们特意为您安排的惊喜，惊喜。带着你的人离开。别影响我的心情。还有你。我走，我这就走。巡阅使后面有任何吩咐，随时让人告诉我。冒昧前来，还请巡阅使不要怪我们唐突。好说，小海棠，你跟贺二少这是？这个恐怕就要问贺二少了。贺行舟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仗势欺人，霸占小海棠！巡阅使误会了。小海棠是我明媒正娶的妻子。哼，你堂堂一个贺二少，会娶一个唱戏的当老婆？你当我丈母儿傻啊？巡阅使口口声声说要替小海棠讨回公道，内心却和他人一样对李渊行当充满了偏见，可见并非真正爱惜之人。你，我今天就算杀了你，贺振云也不敢说个不字。赵先生，行舟并不懂戏，也不爱看戏，但也深知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辛苦跟不易。我既然娶了她，就不允许任何人贬低侮辱她。赵先生，赵先生，此事都怪海棠没有说清楚，不如干了这杯，海棠单独为您唱一曲《负荆请罪》如何？好一曲《负荆请罪》，好一个重情重义的贺少帅。贺行舟，你这个兄弟我赵某交定了，来喝酒。行舟，不过仗着自己姓贺，就敢骑到老子头上撒尿，真是岂有此理！爹，那个小海棠就是个天生的狐妹子，最会勾引男人。她今天肯定把薛院士迷得活都没了。哼，你这么了解她？我也是听说嘛，整个云城谁不知道她人尽可夫啊？可惜呀，那个雪莲死了，不然哪轮得到小海棠啊？说了以后别提这个人，你脑子被狗吃了吗？是，儿子不敢了。小海棠，看来这个女神